香港有稳定的电力供应，但万一停电，你识唔识点做？将电筒摆喺容易攞到嘅地方，方便照明。我识保持冷静，闩冷气机。我识向管理处人员查询。我识管理处人员再同持牌电力承办商或电力公司跟进。我识我识我都识遇到问题识冷静，处理安心好淡定。